地也没有了，房子也没有了，人也死了。疯子的话应验了，那不是疯子的话，是预言的话。他灵力拍切了，看见了。七十年我回去了，这几十年没有回去了，还有个老年人，我喊他喊大伯伯的，还没有去世，看见我抱住就哭，哭什么呢？孩子了，你妈妈的路走对了呀，我没有眼光啊，不认识这个风向了。你看我的家呢，他也是个小地主，不是大地主，小地主比我们小得多了，不过一百多亩地。我不信你妈妈的话呀，又是疯子了。可是为了一百多亩地，我当几十年地主，现在还当地主，投胎不起来了。你看看，你的表哥哥呢，已经被为了地主缘故被打死了。还有表弟弟呢，现在是比建华都还不如的了。你妈妈的话真对的，我听你妈妈的话不会到这个地步了。看看，这是疯子讲的话吗？很多人我们落在时代的后边呢，不能为主做见证了。为什么呢？里面没有照主话的光而行啊，胜不过环境，胜不过时代。为什么呢？你里面没有主的话，没主话的发的光啊。挪亚隐身，这是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呐、啊。在听神的话，相信神的话，预备方舟。您不相信，我相信；您不做，我来做。肯定没人帮着挪亚去造方舟的，是不是？都讥笑他，他仍然是造。有人说一百二十年差不多，一百二十年用神的寿命到一百二十年吗？用那么长时间造出个方舟来，做什么呢？人家别人不知道，这是发疯了，糊涂了。这么好的天津话大船，为什么说要洪水灭世了？谁想你的话呀？疯子讲的话。是的，真正先知讲的话就是当成疯子了呀。哪个先知不像疯子一样呢？悔改吧，回转吧，何必灭亡呢？大声喊，你喊什么呢？太平盛世哪里灭亡了？他没看见前面的路了。挪亚隐身，这是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呐、啊。我和你们不一样了，和你们人生观不一样，生活方式也不一样。你们为你们自己活着吧，你的名、你的利、你的财，你活着吧。我不要这些，我知道了前面什么挺解决了，我看见了，所以我照神的旨意呢，和你们不一样。我要照神的指示的把方舟造起来。等方舟一造好，再分出是非了，分出好歹了。挪亚是疯子吗？方舟刚刚造好，大洪水来了，谁能躲避呀、啊？你有钱多能躲避吗？你房子很多能躲避吗？你很有本事能躲避吗？通通都被淹死了。说下面一句话说呢，挪亚信神以他为义，因此就定了那时代的罪呀、啊、你看见没有？一个真正有属灵眼光的人呐、啊，我们这些行动呢，不但我们自己蒙恩典，你这样走上去了，要定了一切不听你教训的人的罪，不听你警戒人的罪，不照你说给他亮光，要听神旨意的话的罪，不要神来审判了。今天我们顺服神旨意的行为，就审判他，让他知道说你的财产能可靠吗？你权势能可靠吗？钱财多可靠吗？我在那边讲过了，去年的911事件在美国震动吧，震动全世界了，是不是呢？可是有几个弟兄姊妹，他们真蒙恩典呢。就二十多个人，他们在大楼上面有个聚会地方，每年一次交通聚会。就这一次呢，在聚会前两三个小时，有一个姊妹感觉说了：“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不能管到这个地方聚会，这个地方太安全太高，楼是很高很好，但是我们应该到贫民区去，给他们这些交通一次可以不可以的？”还有人提出来说：“下一次吧。”但是姊妹说：“我觉得不应该，不要等下一次了，今天应该。”到贫民区去，最后他们同心会祷告，祷告以后呢，还尊重圣灵，都感觉应当到贫民区和他们在一起交通。有那个楼上并不是穷人，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呢、啊，我好把他们接待去了，得交通。最后他们决定好去就去吧，东西一拿就走了，下楼了。哪晓得三小时以后，轰轰隆隆倒下，一看大楼倒塌了，他们再也没有想到了。你看见吧，要真正遵行神旨意的人走在时代前边呢、啊、走在灾祸的前边呢、啊、走在危险的前边呢、啊、我们里面没有亮光啊，
没有蒙神指示了，不是没有亮光，我们敬畏神的心不够啊。这里圣经说诺亚是个义人，义在哪里啊？他相信神的话，遵行神的话，找神之人的行，不和环境人同流合污。你们那样看法，我就不这样看嘛。你们那样追求，我就不这样追求。你们那样夸耀强暴，我就不要这一个。我穷就穷吧，被你们欺负就你们欺负吧，我要坚持真理，敬畏神呐、啊，救他脱离了大的灾祸呀。以西结先知被丁感动说，挪亚是个义人，还有两个什么义人呢？但以利和约伯也是个义人，是不是呢？约伯的义在哪里呢？圣经说五岁里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他说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受了很多试炼，但最后神更加祝福他了。他的见证呢，现在圣经里面，圣经他约伯就第一件成功的了，创世纪还是约伯记后边呢，比创世纪还要早啊，圣灵把他记载下来。为什么呢？他的见证太真实了。真在哪里？他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完全正直。他的时代并不容易了，这是弯曲时代呀、啊，悖逆时代呀、啊，没有人敬畏神呐、啊。以犯罪为快活，为高兴。约伯不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他知道说不敬畏神不行。你看他的书里面呢，很多地方呢，我要不是不想起在肉身之外再见救主的话，那我就绝望了。我所以持守忠正，你们说不好，说这个失恋，但我持守我的正直，知道我没有得罪耶和华。经过试炼的显出来了，他敬畏神呐、啊。但义的义在哪里？从年轻的时候被大王找去了，该是大王了，你把亚尼撒转管全世界的王了，把他们找去了，做什么呢？培养他们，奉养他们，叫他们可以在他的国度里面呢升大官呢，帮助他来治理国家。这多么优待啊，太幸运了。我们是亡国奴的身份，现在被大王看中了，把他到王宫里面来，吃王的饭，喝王的酒，还受王的教育了，长大的话大有前途了，一步登天了。可以说没有想到这几个年轻人呢、啊、脾气古怪的很，不吃王的膳，不喝王的酒，但离下志向不这样做。你杀我都可以，我不能吃你的饭。为什么？你是拜过偶像的，你的饭不圣洁，违背我的信仰，这大损失，我也不能够向你投降。结果吃素菜喝白水，神不养活他吗？并不他是要养活，是要就他这个见证，要叫你把亚尼撒能扑倒下来。大王算不得什么，真的信仰的真有价值了。要有真信仰人呢，超过君王一点也不错了。我不说过了吗？那个逼派我们最厉害的大队那个队长了，整天大会上骂唯心主义分子反动透顶的，还坚持什么上帝创造世界基督教徒了，我把你头发关白，你把牙齿关掉，你不放你信仰就不放你。这样一个人呢、啊、他会给我说，暗中给我说，某某人呢、啊、你为信仰来作奸呢、啊、最高尚最神圣了，会讲这个话出来。是什么情况？有的还没听这个这个背景过程吧。在第一次受试炼时候，有一天下午收工了，队长忽然宣布说，明天放你们一天假，不生产不劳动，你们可以休息休息，补补衣服，有钱的话到附近镇上，到金田县以内了，可以买点东西。当然犯人都高兴了，我也高兴。高兴什么呢？我说明天还有机会了，我可以偷看点圣经了。你说不许有圣经，我的子民接见我的时候呢，我大女儿才四岁，偷偷给我塞一本小圣经小新约，我藏起来，平常很难看的，没有机会看的。为什么？整天和人在一起了，生产劳动在一起，吃饭在一起，睡觉在一起，学习在一起，你怎么看法呢？被发现的话不得了，先行反革命，你还把圣经带到里面来，更不得了，罪状不是？轻的话加你刑，重的话可以把你处决掉了。这么敢拿出来啊？藏得很好的很，
忽然半夜别人都睡觉了，那连灯是灯也不关的了，没有动静了，偷偷看了一两句，还怕被人发现呢，藏起来。这样是明天放一天假，还要去买点东西呀、啊。休息我才不休息的，我也没东西好买，我也没有衣服破破了，我也不想补它。太好的机会了，我找安静地方，好好把读的话读一读吧。一吃我早饭，我就找个地方，靠近河边，小河边上一大堆稻草，稻草垛，稻草八个窝，我躺着坐在里面，可没人发现，这谁也不知道，他们都去玩去了吗？我好好看圣经吧。哪晓得刚刚打开圣经，还没一章没读完，在罗马第八章吗？忽然个警犬跑过来了，我吓一跳，谁有警犬呢？只有干部用警犬，赶紧把书收起来，还没有放好。队长到跟前呢，一笑，我早就在你干这个东西来了。我说完呢，这一次完呢，书在我手里面拿着，队长到跟前呢，现实凭据吧，人证物证拿住了，你和什么话讲呢？我就看着他没有表情，随便你怎么处理吧。我万没有想到说了，他开口说把你书藏藏好，叫我藏藏好啊，这什么意思呢？真的假的呀？说假的讲出来了。说真的话，队长讲的话呀，他整天骂了我了，说是唯心主义啊，坚持反动透顶的，坚持反动立场的人呐、啊，社会主义不要你们这种人呐、啊，整天这样讲的人呐、啊，会给我讲这个话呀，我不敢相信呢、啊，我是都听错了，没有听错呀，我还没有表情，快藏藏好，我听他的命令，对吧？把稻草扒开，把圣经藏在里面，什么意思我不晓得，他就说话了。某某人，我告诉你吧，我晓得你为信仰来作奸的人那是最高尚最神圣，他讲出来的，我这信仰来作奸和高尚神圣啊，谁讲的？反对神那个队长讲出来的，罗马基督徒这个队长讲出来的，你说不相信在跟前的讲出来了。过一会儿他又说了，我跟你讲，以后有什么难处告诉我，我尽量帮你的忙。这队长啊，哪个队长了？骂神的了，骂基督徒队长了，还帮我的忙啊？我还是没有表情。他什么用意我不知道，我猜不透了。他又说了，我再告诉你个条件，你要要求我之后呢，旁边没有任何人，你给我讲，我尽量帮助你。有第六个人在，我告诉你，你讲什么需要了，我按正态处理你，也不会帮你的忙。现在走掉了。我发癔症了，癌症了，办了半天，我是做梦吧？不是做梦啊，这样一项更不是一项。那狗还在前面跑的，我看得见，队长领着狗走掉了。我说主啊，我真没有想到了。啊，他还讲过一句话的，他说某某人呐、啊，你们基督徒啊，这个风格了，我们干不上你们了。这又讲一句话了，以后就把狗拉着走掉了。他是故意讨我的喜欢呢？不可能吧？他有信仰更不要想，是不是？他是一个党员呢，是的呀，叫他看见的时候，我们为了信仰受一点苦难是最高尚最神圣的了。从哪里看见的呢？我也不晓得，但是我生活和他不一样，工作再任务再重再难，没有队长啊照顾我一下吧，我干不了了，有什么困苦难处了，得让你帮忙，没敢这样讲过。他说呢，我讲帮我的忙，我一次没找过他，为什么呢？神已经顾念了，我找他干什么呢？我意思说，他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呢？基督徒的信仰在他良心里面起一种反应作用了。这些人为什么呢？作奸呢？犯法了？犯罪了？没有了？为什么？信耶稣吗？为了信耶稣，坚持信仰，作奸都不放弃信仰了。这个信仰是高尚是神圣，不是我们人高尚神圣，信仰神圣，信仰高尚。若是信仰不神圣不高尚，付代价要坚持信仰啊，工作不要了，生命都不要了，家庭不要了，愿意呢，这个信仰真是了不起的信仰，是主的伟大，主的荣耀。但以利和三个朋友不是如此吗？这是我们的信仰啊，王国中身份可以转眼，可以转校，可以转变身份呢、啊、但是呢不，有的信仰坚固，坚持不改变我们生活态度。你的肉你的酒不喜欢，你的优待我也不中看。从人讲我是亡国奴，从信仰讲
你君王了不起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你的妻旦归于尘土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呢？神不许可，你不能怎么样？神许可了，我从神手里接受，接受福也接受祸，接受你供应我，你逼迫我也接受，这是我的信仰，我不能改变。这个伟大的很呢、啊，这个有真见证了。王讲但以理在第六章不是讲吗？虽然换了朝代了，但是别人想陷害他，给王出个主意，一个月以内不准向王以外求什么，向神也不能求，向人更不能求，若求了，这对不起不尊重王，一定要把他杀掉，把他处决掉这个情况。但以理呢，知道这个禁令改到玉玺，王改过印了，不能更改了，他知道了，清清楚知道。可能别人说，但以理一看见这个令盖上王印呢，你知道吧，故意给他看一看，说不定是不是。但以理我知道了，知道有什么办法呢？他回到自己的地方呢，在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耶和华面前呢，感谢赞美与素常一样。这句话真宝贝啊，说感谢赞美与素常一样，没有说恳求耶和华见他，恳求神拯救我，大难临头了，神我不祷告不行了，我一祷告的话大难等着我了，我活不成了，耶和华神救救我吧，没有这样说。感谢主，你叫难处临到我，感谢耶和华神，你叫人迫害我，赞美主，我经历这个难处，感谢赞美与素常一样了，一天三次了，信仰的态度不改变，这个真不容易了。一时热心算不得说呀，经常热心呐、啊，经常虔诚了，这个真可贵的很呀。世人说偶然做件好事情算不得什么，经常做好事可真是可贵了。我们说一次的热心也算不得什么，经常热心爱主，那个真可贵，不是贵，最荣耀了，最真实了。但以理真是有意义，意在哪里呀？素常敬拜神，在大试炼面前、大难处面前、大危险面前，不改变自己的信仰，我照样是一天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，感谢祷告，和平常一样。你拍下我时候呢，我这样祷；你不拍我还这样祷告。平安稳妥时候呢，我这样做；难处里面我也这样做。这是一个蒙神悦纳的了。所以但以理那么要荣耀神，是吗？一向其实给他看见很多未来的事太多了，是不是呢？他在最后勇士里面都看到了，为什么呢？他是敬畏神的人，不受环境的影响，不管这个性命怎么样，把一切都摆上面，敬畏神是第一，祷告神是第一，天天感谢主、赞美主，主安排我的人生，主安排人反对我，安排人攻击我，安排人回谤我，安排我的环境中难处，感谢主，都注意旨意，不埋怨神，不哀求神呢、啊，我感觉再也没了，神不会做错事情，不会出也到，他明白我需要什么，我需要疾病，需要健康，我需要平安，我需要扰乱，我需要通达，需要下斋，诸都知道，是主安排的，感谢主。富有感谢主为主而用，贫穷更感谢主，我稍有试探呢，多好的很呢。这一个是在神看真是够一个了，所以称他为义人啊。我看见未来的事情，我们就信心坚固了。我们说不动敬畏的心，光看环境随潮流而行动了，因为你眼睛昏花了，坚持不住真理了。当你蒙神启示，看见将来的结局了，看见以后的人道路了，你就不和世人同流合污了。随便你们怎么样犯罪去吧，你们去得着世界吧，得着财力吧，得着荣耀吧，我不羡慕这一切。我知道那是空的很呐、啊，草上的花呀，花必枯干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。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呐、啊，这话是可信可靠的呀。你就不羡慕世人通达了，不羡慕世界的美好了，知道你美好一辈子，享受一辈子。我跟维持真理，我穷苦一辈子，我也感谢赞美，因为我良心无愧。我在神面前预备好了心情了，这几十年短暂光阴过去以后，我到哪里去了？我到荣耀里去了。在神面前蒙恩典，那时候呢，财主你看见没有？我当时个拉撒的穷苦的很，但我敬畏神，在亚伯拉罕怀抱里面，他也呼喊说：“亚伯拉罕，我主啊，你打发拉撒路来做什么呀？用指头底下蘸着水呀，凉凉我的舌头吧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不行了，从这里到你那儿去不能去，你也不能过来。
你看可怜不可怜？至少悲悲惨惨的在地狱里面受痛苦了。是的呀，我们必须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看见为人的结局怎么样，看见将来的事情怎么样，看见以后我们才能够动了敬畏的心。你有敬畏的心，神才能够相信你，托付你以大任务，要使用你做什么呢？把救恩带出来，把福音高举起来，把十字架高举起来，人才能够因此得救了。很多基督徒把福音的门关掉了，很多教会有形的教会也把福音门关掉，为什么呢？没有敬畏的心。为什么没有敬畏的心呢？他忘记了将来的结局了，忘记了我们的信仰顶大的盼望是什么，在地上享福了吗？这两天我也讲过了，像西方社会上讲的一样，成功神学吗？现在耶稣不生病了，不当穷人了，不做老百姓了，这个耶稣好信呐，真是好信，真好信加好信呐。又当上官，又能当几年呢？财产多得很，像物质财产，仓房大仓房装满粮食了，我灵魂你可以安逸的享受吧？真能享受吗？你能把生命掌管住，再活十年二十年吗？正在得意洋洋的时候，神说了：“物质的人呐、今夜我要你的灵魂呐、你以为这么多财产呢、给谁吃给谁用啊？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了。”这话是真实，是真理呀、永远不能够失信的真理呀、基督徒听见没有？一个信靠神的人看见没有？是什么可靠？是敬畏神圣可靠呢，还是这个世界可靠？我们的名誉地位、亲戚朋友可靠呢？应该醒悟过来说：“主啊，我是你的人，照你的话而活着。人不谅解就不谅解吧，人回谤就回谤吧，人讥诮就讥诮吧。我知道我行的什么，到为什么而做，我是敬畏神。知道财产不是我的福分，名誉地位不是我的福分，是不是呢？人的权势更不是我的福分，只有敬畏主是最大的福分，他是我们的盾牌。亚伯拉罕在把索多在这个索多玛王救回来以后，罗德救回来以后，怎么样啊？是不让他要索多玛王的赠送，一根带我都不要，一根线我都不要，我是敬畏神的人。我有功劳把你救出来了，你报答我不要，为什么？你是个不敬畏神的人。他回去了，回去以后呢，他心里一个不得安慰地方了，说到妈妈还能感激我侄儿罗德呀，你到哪里去了？要不这一次我把你救出来的话，你的什么结局呀、我为了你的缘故冒着危险给地方打仗，神帮助我把这个老妈打败了，说到妈妈还感激我了，你竟然是又到说到妈去了，你感谢的话都没有，不但不悔改转过来，又到说到妈城去了。那是你不是不知道罪大恶极，亚伯拉罕伤心得很呢，能不伤心吗？真伤心呢。另外呢，很难出来了，罗德呀，为了你的缘故付这么代价，但是呢，给什么人打仗了？给对方的四个王打仗了，有名的铁打老马大王啊，他没有军队吗？这次欧战失败了，他能甘心吗？他们回去再突募一下来攻击我，我怎么办法呢？我只有300多个人壮丁了，我是个寄居者呀，危险得很呐、这我可没有生命保障了。说他又害怕又伤心呢。等到这个时候，耶和华的显现呢，耶和华说：“我是你的盾牌，你不要怕。”我应许你了，这地方是你的，你的子孙呢要更多起来，如天上的星那么多，如海边沙那么多。亚伯拉罕信不下去了，耶和华神呐、真理是不错，我够不上来。谁是我的子孙呢？我以为达马筛人以利一切是的，你说不是的。凡生在我家人的是我的子孙呢，只有一个血统的侄子，亲侄子算是血统了吧？罗德，到时候到马去了。一点不醒悟，我还什么指望呢？但是耶和华说不是，人家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。才被承受这个应许之地呀、下边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的话，
耶和华就以此成为他的意义，他的言行诚意了。我们不要看环境，不要想说遭遇情况，只要你依靠神、敬畏神，有神的话在心里面，你放心吧。天地万物都要变化，都要过去，唯有主的话永远不改变，你这一话都要成全，对吧？你不活在主的话语当中，你的聪明、你的智慧、人情帮忙，那就麻烦了，那都不可靠。只有主的话一定要成全的。昨天我在那边做了个见证，我第一次的回到家里面，按人看怎么可能啊？100个不1000个不可能，可以再说一个厉害的话，10000个也不可能吧？文化革命高潮的时候，叫我回到家里面，做什么呢？还要凭信心传福音、侍奉神，这不是个做梦的话吗？非我不承认是主给子民说的话，我不敢相信呢，我怎么信？信不过去啊，这什么环境了？70年呢，文化革命高潮时候了，我还要回来，回到家里面来做什么呢？子民还同心可以传福音、侍奉神呢，叫谁能相信呢？礼拜堂都没有了，牧师都改行了，你得一个一种信仰坚持真理道路的人呢，叫你回来做什么？你看传福音、传道路、传福音去吧，凭信心过生活，传福音去吧，叫谁能相信得过去？我真相信不下去。但主说的话不相信吗？主的话谁能改变呢？他能够扭动乾坤，成全他的旨意。哎呀，真是不错呀！谁能想到说呢？那大运动来呢，我们不能在上海住，到农村去，下放去做什么呢？就是工农再改造。你敢不去吗？只好去了，愿意去，那神知道说，不是去不去的问题，是我的话要借着环境应验的问题。这一来呢，把我改变身份，还欢送我出来，做正式的上海市居民那个迁移证，迁回到上海做上海市居民。不要那时候，今天当上海市民户口报进的，还光荣的不得了，是不是呢？大城市户口报进的，那时候呢根本不可能，只能出不能进的，干部为什么也报不进去吧？我这一个坚持唯心主义、反动立场、坚持信仰不肯放弃的人呢，你回来还做上海市民呢？前一阵迁回去，不是劳改释放了，不是刑满释放了，不是劳教解掉了，是你市民迁移回来了，怎么可能这个事情了？想也想不通了，你是想不通，想通就不叫神的旨意了，不叫神的启示了。想不通时候，神的话来了，可信，果然应验了。再也没有想到，从来没有过，在那环境里讲，可以说空前绝后的，凡人走了开欢送会，欢送欢送了，怎么可能呢？那就是可能了，人不可能，神可能。神说了，你出入的来，荣耀的去，怎么荣耀法来开欢送会？还派马车送送我了，一部马车还不要，两部马车送我一个犯人呢。我这莫名其妙的很呢、啊，我是不懂的呀。是的呀，神的旨意我们就难以理解了，只有信心接受。神的话应验了吗？否则我怎么回到家里面？这后来又受试炼了，那另外一个情况，神的话应验了。神说了，你必受患难10日。头一天进监房里面，神说你受患难10天。我拿我的思想想，24小时太阳出来，太阳落一天呢？不是的，只有他的旨意。因为百姓没有信心，不听话，所以把你40天等于40年呢，1天等于1年，正好10年嘛。前途一算，正好10年，还少2个多月。神的话不可信、不可靠吗？这是偶然的吗？是命大吗？要整个的国家政策一转变，转变干什么呢？成全神的旨意。就我这个小人，这是我的孩子，你个国家算什么呀？你错误政策一来，正好成全我的旨意，谁也没想到吧？这你不相信神吗？不服下来吗？神啊，我的人生可落魄了，这可没有前途，人生可完了，真完了假完了？你怕你不完，你真完的话呢？神说你完了，我就成全了。我不肯完呐，上十字架说主啊，我可冤枉了，我可完了呀，这我可没有前途了，人不能谅解我了，我人生可没指望了，就怕你不肯上十字架。真上十字架，你感觉不是完了，是成了啊！这一个成不得了，惊天动地啊，老宗教统统都打破了啊，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呢，满子隔不住了，从一个又新又活的路，可以随时到神伯的面前去，说什么呢？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了。这是神话吗？
是做梦吗？不是，神的旨意一定要实现的。今天就不实现了吗？很多信徒说了，2000年过去了，耶稣没有来，恐怕不会来了吧？不要马匹大意了，等因为不会来的时候，忽然有使者喊说，你们起来收拾灯吧，新郎来了，恐怕你再收拾来不及了，借又借不来了，只好说被关在门外，那时候是哀哭切齿，来不及了。主没有说2000年1000年来，当1000年多的时候，欧洲大变动，我说1000年到了也是要来了，很多君王也不做了，大臣也不要，都丢弃了，等耶稣来，到最后耶稣没有来，他们大失所望，是拼命的贪爱世界去了，求官求富去了，求财求利去了，落下了，落在一个可怜的地步。现在有很多不错这样光景，特别在西方世界，基督教世界，2000年到了也是一定要来了。所以那天夜里不是很多都不睡觉了，等耶稣来的了，等到现在2002年不也是没有来。美国人等得更厉害了，为什么？到高楼上等去了，摩天大楼110层等耶稣来的，耶稣来没有来了，恐怖分子来了，他倒下去了，他也灭亡了。你看看，可怜不可怜？人的思想光在现实里面来衡量是永远的旨意啊。他没有把主的话看见，眼睛没有睁开，主的话是真的呀，启示我们的。主说了吗？2000年来吗？没有这样说吧。你们记得中国发生的问题吧？1988年，在北方可是南方没受影响。1988年，有一派人叫耶稣再来派，他又更有距离了。88年耶稣要来，提取教会，提取信徒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有根据，圣经40年一代啊，大卫王40年，扫罗王40年，所罗门40年吧，以色列在旷野40年吧，40年一代。那不这么说，耶稣88年来的？主耶稣说，无花果树发轮长叶时候的夏天近了。什么叫无花果树了？以色列人叫以色列，无花果树预表吗？葡萄树预表教会吗？是不是呢？那以色列国什么时候复兴了？亡国2000年呢？1948年5月14号复兴了，对不对呀？复国了，无花果树发芽了，一发芽的话呢，再过40年是耶稣来的时候，一代到了，很有根据了，圣经根据的，他们到处传扬，我也听见了，我也不敢说不对呀、万一说来的话怎么办法呢？我只要放在心里，我不敢讲，主啊，万一来的不得了，所以88年这一年呢，我也很谨慎的听祷告了，万一真来的话，你不要把我丢下来，我不敢讲，他们的话我也不敢反对，他们在河南省实验部说了。来启示了，3月15号要来。为什么说3月不是以色列人5月14号复国的吗？主说那要减少那日子的了，已经2个多月减去了，还3月15号要来了。当时在赫人中平定山势了，有200-300信徒了，相信他的话了。所以呢，就拼命到布店里买白布了。平常白布不大有人卖了，那2天卖光了。一些都是信耶稣的买干什么？穿白衣服的，等耶稣来的嘛。更可笑的话呢，妻子信，丈夫没有信，他还做2套白衣服，丈夫你穿起来，穿干什么？等耶稣来，我不信，我叫我拉你上去，你看不要不信了，2天耶稣要来了，上山去吧，等耶稣来了，硬把丈夫拉上去了，把孩子抱上去了，等耶稣来了。然后他们13号就上去了吧，进食祷告，倒空罪业，等耶稣来背题的。14号整天整夜的欢呼了，要等15号耶稣来了，欢呼以前耶稣没有来。问那负责人怎么回事了？我祷告，一祷告，耶稣耽误了，还有耽误这个事情，你看可笑不可笑呢？有别的事耽误了。明天17号一定要来，再等2天吧。好，再等2天，到17号下午果然来了，谁来了？解放军来了，警察来了。走吧，下山吧。耶稣没有来，我们来接你们来了。300多人押送下山，没有房子了。没有菜都卖掉了吗？不要了吗？都送给人家了，住也没地方住，吃饭也没地方吃。政府说你们逃犯，不准离开这个市，逃犯也不给他们吃，只要饿不死就算了，叫耶稣养活他们吧。半年多呀，主的灵在那地方大受羞辱了，很多信徒跌倒了，不甘心了。为什么呢？好像上当了呀，多可怜的很。人的聪明太多了呀，给神发明之资料，甚至你要准备好，要凡事每天每时刻精心准备啊，不是说你1年2年以后，不把日子告诉我们，为什么？我们人最好投机思想了，还有明年还1年呢，1年早得很呢，
我就犯罪之后到明年到后年我再到后半年我再悔改就可以了。哎，还有两个月的，还早得很呢。说还有五天呢，这三天我饭不吃，觉不要了，觉不睡了，财产不要，都奉献一切给宗主，还有两天的嘛，你要投机了。所以神不把时间告诉我们，生命的感觉说了，每时每刻从你蒙恩的开始就记住，我在地上是寄居的，我的家在天上，我盼望在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这是我唯一的盼望，一切的愿望都满足了。要每天每时刻准备好。我们常常想，主耶稣不来替我们，我们能再活十年吗？再活二十年吗？谁能保证说我再活两年呢？主什么时候把个人接去不知道。很多人正在好的时候，年轻少壮的时候，忽然离开世界了。不但外邦人如此，基督徒也有吧。正在热心时候呢，主把他接走了。我们不能说我们的生命在地上有保障，再活十年二十年。我们生命在地上是一片云雾了。不是靠，不能依靠他呀。每一天每时每一刻存精心等候主的心，等着号筒吹响，这世界与我无分。这个存心说，我对世界无所爱慕，我对人无所要求，神如何安排我如何生活，富足也好，贫穷也好，高贵也好，卑微也好，神安排的我就感谢赞美，不求神转变我的现实历程，太贫穷了，太卑微了，我不求神安排，神时候不到，我不求神把手拿开。我相信顺服神是最好的道路，最好的人生，是的，一点也不错。我回想过来，这几十年跟从主，的的确确遇见很多试探，幸亏主的怜悯，没有接受试探。按人来说，不接受人的这个邀请，人的馈赠，我要穷的不得了了，要哭的没有办法了。可以时时看见我依靠神，神没有叫我失望。那一些存心要帮助我的人，用金钱帮助我，用财富帮助我的人，他们都聊到了好几个了。他们现在还不如我的生活的。我见我一个堂弟弟，比我能干，从小信耶稣，后来不信了，入了党了，还做医生了。文革当中他还有财产还有地位了，72年回去一次，他请我吃饭呢。吃饭当中他说了，哥哥呀，要识时务一点呐，不要再走反革命道路了，跟毛主席走前途了。他是有前途，有名有利，有权有势，当那个领导还是。我走反革命道路了，我觉得我没当反革命，我跟从主耶稣了。上个月上上个月我到家乡去一次了，上个月去看望他去了，一进他的门，他腰都直不起来了，看见我进去了哭了。哥哥呀，我怎么到这个地步了？哥哥呀，你路走对了呀，我得到这个地步，没想到什么权也没有，事也没有了，健康也没有了，孩子不孝顺了。一个孩子呢，大孩子应长了将近20岁了，跟别人闹气想不通，会喝毒药自杀了。小儿子呢，整天跟他闹气，钱偷光，家产用光，到现在还是不孝顺的。我有三个孩子，没有一个叫我生气的。我没有权，没有势，没有财，没有利，他看见了，哥哥呀，你的路走对了。我嘴里没有说我走反革命道路了呀，你跟着毛主席走一好道路了，到了这个地步了。他为再没有毛主席像了，贴满了菩萨的像了，泥捏的、石化的，贴了满屋子了。为什么呢？要求菩萨保佑他，一个菩萨也没有保佑他。越保佑他越痛苦起来了，病越重起来，他妻子也生起病来了。哪个真哪个假呀？在4年以前，一位弟兄从美国来，他邀请我到河南省去，我去干什么呢？你给我带个路。带什么路呢？他说我从美国回来，他是中国人呢，一个姊妹委托我看他那个爸爸妈妈，他妈妈爸爸在美国去旅游了，看亲时候呢，这个姊妹在美国留学或者在美留下在美国工作了，父母看他女儿去了，女儿信主了，看他父母也信主，父母也信主了，信主以后就回来了，女儿不放心，刚刚信主吗？我叫我去看看她了，我见过她的信心，但是我路不熟悉，也是河南的，我没有去过，
听见你是河南人，带我去好不好呢？我说可以。但这个人是，这个人在哪里住？他在郑州市，省会地方郑州市住。他干什么工作了？他女儿告诉我是河南省的组织部的副部长。我一听我摇头了，我说弟兄啊，这个我不能去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是组织部的副部长，说不定我的名字他也本子他也记得有了，整天找我找不到，我就送上去啊。啊，你是某某人，正好找你了，你到我家里面来了，对不起，不要走了，养活我，不可能吧？他真信主了。我说我不敢去，我没有信心。最后到时候这样子吧，你给我带个路好了，见面你不谈一句话，就拎个路，你不要谈话可以吧？我说只好这样子吧，不谈话，你们谈话我就走掉好了，见个面就可以了。我想认识这个副部长什么样子，那我就去了，带他去了。可是杨丽不谈话，都不谈话了。一见面，他非常的客气，非常热诚，把我们留下来，还要领我们吃，还请我们吃饭。他们我在旁边不谈话，坐在旁边。他你看问了很多问题了，他来不及答复了，也没去问我了。那一吃饭时候呢，正坐在我旁边，他某某人呢、啊，你是哪里人？听讲话的河南口音呢、啊。我说我是河南人，不能撒谎了。哪一县的呀？哪个乡的呀？问得很详细，我害怕呀。我说我不来，你叫我来，这一来我逃不掉了。调查我这么详细了，问好以后了，你贵姓啊？叫啥名字了？我也不能不答复，答复心灵蹦跳，主啊，这一次落在网里面了。不答也不行，不答复也不行。我就老老实实地把我的名字也讲出来。我万没有想，一讲名字，把筷子一放。瞪眼看我，你认识我不认识我呀？我心里想麻烦呢，我怎么认识你大官？不是省组织副部长官够大了吧？我是小百姓怎么认识你呢？意思恐怕这话里有话吧。我不敢讲，我主啊，慢慢仰望主，你是不认识我了吗？我可认识你呀、啊、这不更麻烦了吗？他会认识我，大部长认识小百姓了，你可晓得吧？我们是同学呀，我吃一惊。我说在哪里同学，我记不得了。在小学的时候，你在母校读书吧，是个男同学校。我也在，他也在里面，我们一个班呢，更近了，我们睡一个被虫了，坐一个课桌呀，两年多在一起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你的名字我还记住了。我叫啥名字？你想想看。他说我叫李洪洲。咦，我一想这名字有印象，不错，有这个同学。我还没有答复，他说他比我大半岁。他说兄弟啊，你的人生真有价值啊，我虚度这一生啊，真苦死了，空虚死了。我不认识耶稣以前，没到美国以前不认识耶稣了，替基督徒咬牙去痛恨。组织部的副部长还对基督徒有好感吗？基督教我更不赞成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，利用基督教迷惑我们中国人的哈，怎么讲情况这一套。我到美国去了，看我女儿去了，她心里也熟了，开始讲我很生气，我好像培养你当党的接班人，你怎么信起基督教来了？她耐心给我讲，领我去见牧师，去聚会，复查经班。我一听，哎呀，我里面醒悟了，基督教不是文化侵略，不是落后思想，不是封建迷信，人生的真道理呀、啊，有生命价值了。我就前天卑鄙和我一老伴一起来，在礼拜堂里头信了耶稣，也领了洗礼，后来我才回来。这位先生来看我，我真是不敢当，也没有想到碰见你了。你还是一个终身传道，我已经讲过了终身职务了，传道的。你真有价值了，真有价值。我的一生没有价值，说实话告诉你，我当组织部的部长干什么的？搞人事工作的。什么人事工作？把这个人压下去，那个人打一下子，那个有问题把他搞他一下子，是忙搞这工作了，得罪了很多人呐、啊。我们一天平安的了，我的生命没有安全保障，出门去了给老板讲能不能回，晚上能不能回来呀、啊？特别文革时候那更不要谈了，一出门就没有保障了，分开能不能见面还不知道了，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，防备这一个，打击那一个，
不打别人我站不起来呀、啊，不把别人踩下去我站不高了，是这样过日子了，你说我人生有什么价值了？什么官了什么长了？我才明白了，不但是虚空是罪恶的奴隶了。感谢耶稣，他在老年时救了我，叫我认识主了。他说兄弟呀、啊，你弟比我真有福了，真有价值了，流着泪讲，并且非常虔诚的爱主。这说明什么了？什么人生有价值？到个省里组织部的副部长也差不多有人生了吧？他认识到是最虚空了，最痛苦了，罪恶是累累了。他说在我心里面呢，没有一个真朋友。后来几十岁了，没有一个真朋友，为什么呢？不相信别人。他待我只有好，我对他有防备着的。我想利用他，他也利用我。利用不好就打击到别人，维持我的地位，维持我的权利，这是我的人生吗？认识主耶稣了，发现了真正的道路，人生价值摸着了。这是走过的人呐、啊，我们没有走过的还想盼望这个东西，是不是呢？哎呀，当个大官多好的很呐、啊，有财产多好的很呐、啊，真好假好了。你没有眼光看见呐、啊，圣经明明指示你未见的事了，你还不动敬畏的心呐、啊，还与世人同流合污，随流浮沉呐、啊。世界好啊，金钱好，名誉好，地位好了，爱情好了，真是太愚昧太糊涂了。就凭这个心情，将来受审判的时候，我们也没有办法交代了。神早告诉我们呢、啊，还把很多见证如同云彩一样周围的围着我们，我们还说跟从主太苦了，路太窄了，才没价值了，眼睛瞎了。不但是没有眼光，简直是没有光线呢、啊。眼睛瞎了，被金钱挡住了，被爱情挡住了，被虚荣名利把你眼睛弄瞎了，看不见，哪里有敬畏的心呢？没有敬畏的心，叫神怎么歧视你未见的事的？你不能盼望将来的结局，叫神怎么顺应我们拯救别人呢？那有救恩的出路呢？有福音的出路没有了？福音在我们身上被消灭了，被关闭了，救恩的路在我们身上断绝了，人不能从我们身上看见主耶稣的形象了，看不见救恩的真实了，不懂得什么叫福音了，这个人生太没有价值了。不论我们处在什么样卑微的地、贫穷地步，福音能够有出路，你尽管感谢赞美吧，这个价值是永远不能消失的。我们在为主受试炼的人都有这经历吧？你在监狱坐着，按人看是到了得一生了吧？当囚犯最低地位了，性命没有保障，谈不到福利问题了。但你坚持信仰，建立与主的关系，你看见他要说，你为信仰来做监受逼迫，最高尚、最神圣了。生命的价值人瞑目不了的了。多少弟兄姊妹为信仰牺牲了，按人看可惜的很，真可惜吗？他的国效不了多少大。人难以估计了，生命价值是人难以估计的了。不是神今天不用我们，我们没有把自己放在主的旨意当中，神不能用着我们去造一个方舟，把救恩带给人类，把福音带给人类。你的亲戚朋友不能因着你的缘故受感动悔改归主的，那多可惜的很呢、啊、我们需要主也开启我们的眼睛，开启我们的心窍，看见什么呢？看见未见之事啊。什么未见之事呢？世界的结局，人的终了，人往哪里去啊？人的结婚怎么样了？能看见这一个的话，我们要动敬畏的心。主啊，我可不爱世界了，可不和世人同流合污了，我存心仰望你给我的，我感谢领受，你不给我的不去经，不用强暴的方法就得到不义之财，不用强暴的手段呢得到不义的爱情，得了不义的荣耀，都不要他。只有主是我们最大的满足了，主的名字是我们最大的荣耀，有耶稣与我们同在，那个最荣耀了，最光彩了，最有价值了，你才能够把福音见证出去，才能把救恩的路在人面前显明出来啊。最后我讲一个小的笑话事情，说本身发生的，是蒙主的怜悯，有这样一个经历，不算经历，这个事情发生。有一次我坐火车到一个地方去，我坐的卧铺是下铺，对面有上面有两个中铺，对面一个下铺，
这三个人都是一些公司的经理到某地方出差去的，所以他们都被谈论呢，我们公司怎么样，这一次办事怎么样，谈他们的业务，谈他们的成绩。我当然和他们没有共同之点呢，我就埋埋的不想，埋埋祷告坐着。忽然一个对面那个人问我呢，这个同志，我也想你也像个出差的人呢，你到哪出差去了？我说我也出差去了。哪公司的做什么办什么事情了？哪公司人呢？你是什么职务了？问我的，我都开个玩笑，我说我在大公司里做工作呀。那个大公司名声呢？我说我这公司大得很呢，各城市都有我的分公司，这里充满全世界，有城市地方都有我的公司分公司了。我的职务是不大，公司大得很呢。什么名字？这么大的公司有名称吧？有名称，什么名称啊？我叫天任合作公司了。这个名哪个字是天任的？天上天，人的人间的人，天任合作，这个名字没听说过，从来没听说过。我说你们的太不灵通了呀！你们当经理，这么大公司又不都不晓得呀？你的经理干的不到家呀？我们什么没听说过了？你的怎么样？你们两个也没听说过，这个大公司没听说过。你们什么产品呢？我产品最高贵的产品呢，航天事业没有我们公司说的高贵的很哦，比那还要高贵。什么产品呢？我说生产灵魂的呀。那个人哦，你好有信仰吧？你是传耶稣的吧？我说不错呀，是生产灵魂的吗？哎呀，没有想到我这一讲他们要笑话我了，没有想到他们三个人打我这一身，你高贵，你有价值，是真的讲了，你高贵，你有价值，比我们强的多了。是的，也真正把你的职务认清楚了，身份认清楚了，不要以此为羞辱。我传道了，我传耶稣的，哎呀，迷信呐，头抬不起来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被主选召传福音，怎么是大职务了？那不是公司问题，天国大事来了，是不是呢？你还以为这信耶稣太难为情了，传耶稣的话，哎呀，你怎么这个人看得怪聪明，怪有本事有学问，都传起耶稣来，洋教来了，你投胎不起来了。为什么不能以主为荣耀了？没有看见未见之事了。经历算点什么呀？这么公司算什么呀？那有我们的职务最高尚了，神委派我们做什么呢？做他的使臣，要宣传他的福音，救灵魂的呀，生命得拯救了。没有价值吗？很多传福音的人呢，在外邦人面前不敢亮自己的身份呢，不敢公开讲我是传福音的，我是救灵魂的。你要信耶稣才得救，不信耶稣的话，你要灭亡了。不敢那个理直气壮的给别人怎么见证？为什么呢？没有看见未见之事了，不晓得我们为主传福音的职务多么尊贵呀，工作多么伟大呀。你自己还不重视你的职务的话，叫别人怎么重视你的工作呢？所以要主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看见人生是为什么活着，我们什么什么的价值。未见之事看见了以后，你就和世人分别出来。你们强暴吧，你们贪心吧，你们夸耀吧，我一点不羡慕你，不但不羡慕，还鄙视你们这一切。你们夸耀了我以为是羞辱。你们求的呢？我要放弃，扔也来不及扔，你还要失去了，你失去吧。这粪土是垃圾，像保罗讲，是粪土，都粪土还不如的，你还失去了，我早就不要它了。你有这个认识了，主才能够借助你，让福音又出口，让救恩又见证出来。主才借助你，他的名得荣耀了。各位同工弟兄姊妹，主选择了挪亚，他造了方舟。救了他一家八口人，用他们的相信就定了那个不相信时代的罪，千人万人都被洪水淹死了，就他们的相信的一家人在方舟里面稳稳妥妥经过了大风大浪，最后成人类的第二代祖宗了。神把这人托付在我们身上，这一个狂风怒号的时代，把多少人都卷在破浪里面，金钱的破浪，名誉的破浪，物质享受的破浪，学富爱情的破浪，在破浪里滚滚滔滔。我们在哪里？我们有没有在方舟里面证明神的救恩呢？有没有把方舟的
工作做起来，神借着我们把房都建起来了吗？愿主真给我们一个亮光，其实我们是为了造房都而活着，不管你环境怎么样，我们要把神的旨意遵循到底。你的禁令盖了玉玺，我们无所惧怕的，我们是存着无愧的良心，感谢赞美与素常一样，这样就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，做成神托付我们这个建造房屋的工作，何等伟大，何等真实了！但愿主恩待我们，怜悯我们，什么又看见，又认识，也能有进入，走在时代前面，不要落在时代的后面。愿主祝福这些话语。